好，由于之前加速舞蹈输掉的队长是易烊千玺，换你了。因此本轮你将面临一个不利条件，你必须手持喇叭在起始位置向本轮你最希望招募的选手发表你的爱的宣言。哇哦，爱的宣言。可以的，十八岁可以了，十八岁可以了。哇，加分呢！深呼吸，深呼吸。本轮开放的房间号分别是：24号冰冰，9号金小根，43号 Gumbo， 47号 AC。AC， 你找 AC 的吗？倒计时开始。说啥呀？还要喊出来跟所有人听见。娘，我来了。我不知道你的心怎么想。我心怎么想？对，你觉得呢？你想不想过来？对不对？我先进来的我。小猪他就直接变，我就进去就抢了。我一，我的 breaker 你就跑过来这儿了，后我就觉得哦好，游戏开始了，你知道？我很看重 B boy， 你应该很清楚。给我个苹果啊！那为什么叫苹果，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拼，一起。哦。好的。OK 了吧？好的。有人再过来的话，就跟他好好聊聊就好了。嗯，好的。不要走心了。好的。我的毛巾就挂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浪费口心了，来，我们已经说好了，算了哥，不要进去了。好来，好，我先拿着啊，好 ，OK 了，修楼梯嘛哈，我踩下来。我擦了，我刚刚擦了。来帮你擦。我不要来，看到没？哎，这儿，来，坐。哎，你还没说啊？你还没说啊？没了。我看有谁在去他那儿。我要坐在这里，假装睡着了，然后不理他们。开始我的演技时间。嗯。我来看千玺怎么喊。我给他等一会儿。谁在 AC 房间？没有，应该没有。啊，没有人来我这里，好伤心，好伤心。他会以为你没有他、啊。不，我是想看谁抢 AC， 然后我再去跟他说。没人会进 AC。AC， 因为我不好意思喊出口，然后我就等。看谁去抢他的时候，我说捣个乱，或者说就直接表明心意，然后最后看哎没有人，我就有点放心。哎，分类子进去了。哦，嗨，浩克进去了，浩克去了，赶紧喊啊！你拿那个喊吗？他毛巾那个绿色是谁的？就毛巾挂上的那个浩克的吗？拿毛巾都挂给那边了，那肯定跟他聊了嘛。我帮你拼，我帮你拼。啊，无聊在这里。为什么？因为都没有人来找我。是的，我来找你。嗯。看你怎么样。我吗？想法对。我们肯定很开心啊、哦。有说有笑哦。你不紧张吗，哥？你不紧张吗？刚刚韩庚也是自信满满啊，结果呢被啪，你别再提了，一个大嘴巴子啪把他打醒了，你知道吧？你不怕？我没那么怕，就是有点慌。喂。喂。AC， 啊 ，AC， 啊，啊，你猜到底谁是 AC？ 是吗？
浩克的声音细不了。对，浩克的声音细不了。是啊啊 ！A C， 嗯，谁叫我？我是千玺，我是千玺。哇！我的妈呀！你不要选别人啊！我选定你了，这一轮。真的吗？真的，我只要你。哇！我只要你。AC 好幸福，我也想被千玺表白。哦，这样好害羞啊。我这轮进不来跟你聊，所以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我只挂你了。你不要跟别人走啊！你不要跟别人走啊！好。啊！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对易烊千玺粉丝最大的福利。我是千玺，你不要跟别人走啊！真的，我只要你。队长们应该已经把毛巾挂到了你们想要选择的队员的房间把手上。你们去机场在哪儿了？那边，江在那边，还没。闭麦。他是谁的？机长对，我哪知道呢？但我们还没聊呢。语言障碍，而且 AC 这个离得比较近，我就先保 AC。接下来，请说出你们想要选择的队长的姓名。我选易烊千玺。我选易烊千玺。易烊千玺队长，韩庚战队。我的选择是你要读什么？看你一样吗？要吃纸吗？要吃纸纸儿纸儿纸儿是吗？本轮也有三名选手配对成功。三名 AC 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冰冰成功加入韩庚战队， Gumbo 成功加入我觉得因为 Gumbo 接受了苹果跟我说 OK， 让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啊。你给我个苹果啊。那为什么叫苹果你知道吗？知道，我们一起拼，一起过。好的， OK 了吧。好的， Gumbo 成功加入吴建豪战队，吴建豪战队，金小根暂时待定。哎，换你了，干爆 ！Let's go boy， 干爆！你的计划搞乱了，快出去画吧。Let's get it。我的选择是吴建豪战队。罗志祥队长，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也吵过我，就是，哎，要不要卷我们这边啊，修楼梯啊，什么这些。其实当时我一点都不犹豫。这个苹果，你会别那么暴力，我都怕了。哇，你都抢来的，我那个抢过来苹果都没有用，你知道吗？欢迎你加油，感谢，感谢，加油，没有，加油。爷爷，休息吧，休息吧。